香港有一条国际知名的行山路线，它就是位于港岛区的龙旗。我们下一站去哪儿呢？回头呢就是蛇。有一句很深刻的话是，如果只出于恐惧之中，那就别玩这项运动，要懂得享受。这些冰螺呢，它会爬到另一只冰螺的背上。它们会不会跌到第十层？我们最高见过五层的。哇！大自然深度游，港台电视31。